你干嘛？我一定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肯乖乖让我抱？肯定是梦。你放开。嗯，不要。力气这么大，不应该做助理，你应该做保镖。你就让我再抱一会儿嘛。松开。我不要。 你要抱多久啊？就一会儿。我数三声，你要再不松开的话，后果自负。知道了，你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。 老板，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呀？是雕刻太累了吗？啊！你又干什么？我脚麻了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我真的都走不了啦。坐好。 看在你做模特的份上，就先休息一会儿。谢谢老板，你认真好。刚跨过就翻脸不认人了。 白冰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说好了跟你好好聊聊，自然等到你下班了。这个人面相不太好，长得令人讨厌。请问阁下贵姓啊？嗯，吴彦成的问题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如果他问什么奇怪的问题，你千万不要惊讶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 顾总您好，我叫白冰，是隐喻园林的项目投资人，正在与贵公司进行深度合作。园林内的雕刻设计都出自您手。隐喻园林，好像听少杰提及过。不好意思，白总，最近大病一场，什么事情都记不清了，还望海涵。 顾总客气了，您住院的时候我也去探望过，知道最近您出院了，这次前来也是希望能跟您一起用餐，为顾总接风洗尘。老板，白冰没有恶意的，之前您住院的时候那位史教授就是白冰请来的。没想到白总如此费心，这怎么好意思让白总请呢？白总救了我一命。 当然是由我来请。好啊，那今晚顾总破费了。请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今天这顿饭比鸿门宴还要吓人。 附近也就这家餐厅还可以，如果你们吃不习惯川菜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家。能。我记得你不是不能吃辣吗？怎么不能？我现在可以吃了。这失忆口味也会改变啊。你也可以吗？不用管我，你爱吃就好。 那咱们谁来点菜？你。
嗯，不错，辣的刚刚好。确实，辣的刚刚好。老板，你不是在逞强吧？要是吃不了的话，就别吃了。这算什么？对了，下次我雕刻的时候，你也必须跟在我身边。好。白总这次来，不只是为了接风洗尘这么简单吧？你找我故事员工有什么事吗？不会是想挖我故事的墙角吧？顾总误会了。当然，宇轩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员工，我也非常希望他可以到我这来，这样我可以给他充分的自由，更不会干预他的私人生活。谢谢。其实呢，这次白冰找我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，只不过他之前刚好帮了我一个忙，所以我欠他一顿饭而已。是吗？是啊是啊，是的吧。嗯。这川菜讲究烫口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